的。然后最后的话是这一次也是两份绳子，然后一份主绳，一份尾巴，这个也是要编活结尾巴的，所以就也说一下这个，因为最近是换了新的绳子，之前因为那个珠子太难穿，然后导致有差评的，哎，我知道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也去解决了，我换了一种更细的绳子，然后让大家更好的穿过珠子，也算是对于自己一次考验嘛，就因为之前我以为 1mm 的绳子穿 1mm 的珠子是很简单的，然后导致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导致很多客户以为我在耍他，就很尴尬，然后就开始先拿出主绳，然后一样是有9根，这次的话我用了一个不太常用的颜色，就是黄绿色，因为这个颜色在店铺内好像不太受欢迎。所以这次选用了一下这个色系，就绿色色系。其实店铺一开始的话是绿色色系啊，绿色的色系比较受欢迎一点的。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了蓝色色系，可能是因为时代的变迁或者是年龄的变化嘛，我就发现开始慢慢的就少人用绿色来做手绳，但绿色的话还是比较挺清新或者是文艺，最起码它是有年轻的气息，但是它最近经常跟其他词联系在一起，好像不太好。然后，而且这个颜色叫黄绿色，名字也不太好，所以没事，我先做一款手绳出来，让大家看一下效果。如果喜欢的话，我就给这个颜色换个名字就行了。先拿出两根主绳，就两根绿色的，然后4根白色的绳子，然后3根白色的绳子。按照之前那一款三股编的方法，就是 ABABAB 这种排列顺序，然后再用胶布捆起来，用送的胶布捆一下。编之前可以先用尺子量一下自己手腕哦。我最近经常忘记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一直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手腕大小，所以你们要先量一下。编多长呢？就编的比你手腕长一点点，长一点点就行了。然后编的时候呢，可以取最中间的精华部分，然后编好之后刚好就是你手腕的大小，然后再宽松一点点就对了。好。把它捆好，然后顺序也没乱，就是这边吧，就白绿白绿白绿，就 A B A B A B 嘛。然后开始三股编，三股编的话就编过好多次了，这次就再编一次，就是这样说吧，中间这两根放在第一组下方，就 B 组放在 A 组下方，然后第三组 C 组搭在最上方。好，这样子完成第一步，你就直接跟着我做就行了哈。看的时候，然后下面就是将最后一层，就一二三，最后一层搭在最上方，然后一直将最后一层，就是一二三三层，第三层搭在最上方。这就是三股编。如果没看懂的话，可以到客服那里拿一个三股编的从零开始。从零开始编辑手绳的那个教程。You know it, you got it bad.
好，就编那么多差不多够了，就然后拿出我们的胶布，把尾巴这里也捆一下，然后也捆一下，然后调整一下，要调整一下它的那个粗细，然后紧不紧，然后就可以了。然后后面这个更简单了，拿出后面这三根，摆出的顺序是一二三，就夹着它就可以了。然后直接把它放在里面，然后再拿出我们的胶布捆一下就可以，先捆一下，然后开始打边结，然后活结，然后这款绳子就完成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弄好之后你会发现它有点松，有点松怎么办呢？就你拿出你这三根，后面这三根，然后拉紧一点点就好了，拉紧一点点，拉紧一点点，好，拉紧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手腕到底可以过来圈一圈没有，就可以圈一圈了嘛，这样子就可以圈一圈了嘛，就打结，打在胶布的后方，打在胶布的后方，这样子就可以只要精华的部分。要拿出我们的尾结，然后两个珠子现在已经好穿一点了，好，对半之后对半，然后按在它上方，按在它上方，然后拿出下方这一根，就下方嘛，对半之后下方这一根要往里要，这样子往里面要，就往左边要，一直往左边要，要四圈左右吧。这根绳子有点细哦，抓的时候紧一点啊，记得，不然它给它跑走了。啊，穿五穿吧，那么细的绳子，我还是第一次用这种绳子，我买回来才两天不到，就为了让你们穿珠子好穿一点，然后摁紧它，摁紧它。穿过去，穿过这个洞就编好的，要完全的那根绳子穿过这个洞，就之前留着这个洞，然后拉后面这根绳子，要把那个结拉到正中间，可以挡住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拉出来了，再拉回去，没事，可以的啊，这样子，然后推紧一丢丢之后呢，就拉紧它，抓着前后两根绳子一起用力，要一起用力啊，不要一边用力一边不用力啊。用完力之后呢，多余的这半这边，如果你怕你编不好编不紧的话，你就可以先不剪，然后怕编不紧的话，就首先拿出502，然后剪开它，对着厕所就好了，不要对着自己，不要对着眼睛哈，我重复警告好多次了，不要对着眼睛。然后剪开之后呢，我们点的位置是上方进绳口跟出绳口，就点一滴就好了，不要点太多啊。然后就可以把后方这里剪掉，啊，这里不要的，然后里面这根短的这根也可以不要了，就留着长的那一根，不要剪错啊。然后继续另一边，好，可以了，然后再滴上我们的胶水，就进绳口跟出绳口滴一滴。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滴一滴就好了，滴一滴就好了。然后剪的时候哈，记得剪的时候先把绳子往后拉，不要一起剪了，一起剪了你真的是后悔死。剪了，然后把这根短的也剪一下，如果发现这里有一点点浮毛啊，或者你怕它脱了，还可以用火机烤一下它，然后让它们融为一体。烤了用烤了，不要用烧了，烧的话它会变黑就不好了。就一点点东西也追求完美嘛，嘿，做人总要追求完美的。然后还有这边也烤一下它，把浮毛弄掉。然后压紧，好，可以。后面就是穿珠子环节，以前最难受最难顶的环节。我们首先先把绳子斜剪一下下，啊哈，然后慢慢的穿过，哎，那个洞那么大的吗？不剪好像有点难穿过去，我首先还是剪一下哈，不要得瑟，做人。
打斜剪一下就很细了嘛，它会变得很细的话，就很适合穿珠子，穿珠子穿过去，对，那就很好穿了。嗯，这根绳子会细一点，这根以前是 1mm 的，现在是 0.8mm。好，最后一个结，双向平结，拿出最后一根绳子，先把尾巴两边左右错开。左右错开之后呢，把绳子放在他们两个的下方，先打一个死结，然后抓起来，看见左边这里有个结是在下方，哎，对紧，左边有个结在下方，所以我们就编左边这根先，就这边有结，右边的绳子放到最下方，搭在左边绳子上。然后右边的绳子，就右边过来的绳子放在下方了嘛，就右边过来的绳子搭在左绳上方，然后左边的绳子呢从下方绕上来，穿过右边的洞，就在最上方再穿回去这个洞，然后拉紧即可。好，这样子第二个结这里有个结嘛，第二个结之后这里有个结，有结的那边就被另外一边先擒在头上啊，骑在头上，然后再翻身穿回去，穿过去啊大哥，然后就可以了，然后拉紧，然后就好，一个结两个结三个结了，我们就编四到五个结啊。为什么编四到五个结呢？因为我怕以后散了的话你还可以自己剪一点点然后再烤回去嘛，然后继续左边这里有结，就右边这根线过来搭在左边上，然后再穿回去，就左边这根绳穿过去啊，就这样子穿过去啊。诶，绳子细的还反而更好编，然后继续再编多两个结啊，就不详细讲解了，这里就完结了，就编好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然后拿出我们的剪刀，打火机伺候，不要担心烤到自己手，因为你可以随时控制它灭火。好，编好了，这就，这款我还没想好名字，就可以投票，然后叫这款名字可以投票，就第一个或者是啊，你们可以投票嘛，就觉得它叫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，然后这款就编好了，然后把后方这里会发现绳子很长是吧？绳子很长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先打开它，就佩戴的时候就打开它坐在里面，然后穿进手腕里，然后拉动后方这根绳子，好，好细好细的绳子哈。然后我们就大概出来的时候就抓在中间这个结往上拉，然后手腕够通过的大小啊，我们要手腕够通过的大小啊，可以通过了，它就是这么大就够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把珠子往上顶上去之后再打一个小结，然后它是又可以调节又可以佩戴啊，就打个这样的小结，然后打完这个小结之后呢，你小心不要那么快拉紧它，然后往前顶，顶住珠子，然后就拉紧啊，要拉紧啊这根绳子，然后拉紧之后剪掉，留一点点吧，不要留太多，或者你不留也行，你不留的话你就剪好之后用打火机再烤一下，然后粘起来就行，因为绳子是蜡绳，然后蜡绳的话它就可以烤一下下，然后继续另外一边也是对称就行了嘛，对称，然后打个小结，然后继续剪掉多余的线。好嘞，今天的绳子就大功告成了，然后佩戴在手上给你们看一下，那这个配饰还是可以看的吗？我说了吗，这个配饰还是好看的。名字不好那就改名字，这款就叫高贵绿。然后虽然它不能编头发，但是它是一款简单又方便的绳子。然后如果最后珠子不知道怎么放的话，我说过挺多次的，珠子放的方法就拉松一丢丢，或者如果够紧的话就直接
往里绕啊，这样子一圈两圈，然后基本上三圈到四圈左右，它就直接被顶在那里。我瘦了吗？好了，这样子今天这条手绳呢就基本上展示完毕了，就很简单，也就是一个补更而已嘛，也算是弥补一下之前漏下的东西，就这里完美结束，然后拜拜。喜欢本视频的话就一键三连哦，就不要那个夜的手势太丑了哈，拜拜。